底下这边有一个，有一段影片，这一段影片也是我书里发生过的一个情形哈。这个影片很简单，他很喜欢去看那个我们那个巷子里面隔壁有一个水族，小小的水族箱，他不是水族箱，就是一个盆子，里面就养很多金鱼。他一路过去，他就会跑过去，从小就开始很喜欢去看那个金鱼。那我秀这个的时候是怎么样？当他因为他上面草很多，他这边看完金鱼完了以后，他提出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这个金鱼会不会吃草？会不会吃这些草？”他问我这个问题。哎，他说金鱼会不会吃这些草？说实在，我当时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也不晓得这个草会不会吃。后来我问了邻居说会。他弄这些草就是为了要给那些鱼吃的。那我那时候就说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判断金鱼会不会吃草？我是要他观察，看看有没有看到那个鱼在吃草的动作。啊，他当时没有看到。好，接下来他又看到，哎，那个水里面，他看到水里面那个小叶子下去又上来，他就问我，哎，那个叶片为什么会下去再上来？好，我没有立刻告诉他答案，我说你看看啊，为什么他会下去再上来？好，我训练他的观察能力。结果他看了老半天以后说，哦，他知道了，因为那个水龙头水是一直在往下冲的，他看到了，看到那个水冲下去的时候，叶子掉下去再上来。那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说，其实很多小朋友如果他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不要立刻就告诉他，但是我们可以引导他，可以引导他，让他慢慢去了解。Okay. 我现在要提醒大家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在看一个现象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人家问你说你看到了什么，你通常不会回答你看到了什么，都会回答什么？回答你看不到。我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去看那一个现象，然后你这时候就会产生问题嘛？奇怪，时针为什么会转呢？跟我的手有什么关系吗？所以你就会想，哎，这个人的手不会让时间转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手应该没有什么，没有磁力呀，应该没有磁力呀，那他为什么会转？哦，我们就想，他的手里面应该怎么样？应该藏有磁铁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式。好，所以现在，因为手里面有磁铁，磁铁才能使这个指南针偏转，对不对 ？OK，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做实验。来，刚刚东西发下去，开始就有人提出问题，就有人看到一个现象。来，什么现象你知道吗？这个发下去的时候，结果他就拿了这一个剪刀，那剪刀就在上面，哎，人家真的会移动哎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这个现象 ？OK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来，不要讲话，知道答案，知道理由的举手。来，你说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对，那是因为磁铁，不错不错啊，磁铁，指南针它是磁铁做的，它是磁铁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剪刀它是铁的材料，那磁铁本来就会吸铁嘛，那为什么它会动？因为你手动啊，你的手在动，
那指南针又是可以转动的东西，它就被你牵着动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它有磁性哦，是指南针有磁性哦。好，所以是这样的现象，对，很好。所以当你发现一个现象，感觉到有问题的时候，你立刻就要深入去思考，咦，为什么？铁的东西跟可以受到那个磁铁的磁力作用，铁的。啊，事实上除了铁之外还有两样东西啊，不过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很少看到，那就钴跟什么镍，这两样东西都可以啊，其他就不行哦。来，你们可以拿这个铁不要靠近，然后拿那一个圆珠笔啊，圆珠笔应该是没有铁的东西，你拿圆珠笔在上面画一画，不要用铁的部分哦，不要有铁的东西啊。铅笔，铅笔看看可以不可以，会不会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磁铁磁性只能发生在磁铁跟这一个铁质的材料都有一个。刚刚有小朋友纠正我说，这叫指北针，不叫指南针。好，那就叫指北针，你们才听得懂，是不是？ OK， 大家都有一个指北针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有没有细胞线？有。这个细胞线。好，你把细胞线把它拉直，拉开来，把它解开，把烧纸条夹起来，把细胞线的两端，把它外面的漆磨掉，你就夹紧，拉几下就磨掉了。好，把那外面的这个漆的部分把它磨掉。我们在电池盒有一个开关，对不对？你先把开关打开，好，把电池装进去。把电池装上去，然后把细胞线的两端跟电池的两端把它连接一下，接上来，这样子，把电池不是有两个接线吗？跟细胞线两端接连在一起，但这个开关先不要按上哦，先不要接通，然后两个人帮忙啊，一个人就是把这个细胞线把它拉直，其中中间把它拉直，然后放在这个指北针的上方，跟指北针怎么办？跟指北针平行。对，啊，像这个赵老师这样画的这个样子，它固定的时候就不要动哦。你把电线接通，接下来看你看到什么，你想到什么，你有什么问题，这个要完全靠你自己的。再一次，听到吗？接通。什么问题？你看到什么？继续，你看到什么？个人做个人的。没有变化吗？没有哎，有什么变化？有什么变化？快看，有什么变化？这个线越短路哈、哦，所以很烫哦。你不要哎，你一下看到线下以后就先停下，那个线很烫，对。那气泡线你一直拉着你就会被烫到。记住哦，你看到线下以后你要去思考哦。啊、哦，你有什么问题？你想到什么？这线越短路哈、哦，所以很烫哦。你不要哎，你一下看到线下以后就先停下，那个线很烫，对。那气泡线你一直拉着你就会被烫到。
其实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现象，你看，我这边就先把这个小朋友所遇到的这一个问题，我先简单在这提一下。第一个，人间为什么会偏转？对不对？你因为你不通电，它不会动；通了电以后，它会动。那它为什么会偏转？这个问题跟刚刚有一个小朋友我没有写出来，他在问为什么通电以后会有磁力，对不对 ？OK。第二个，为什么会有电流？这是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想法，但是他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你看到那个磁间偏转的现象的一个问题哈。但这也是当然是一个问题，但是不是属于我们今天观察的一个。来，第三个，通电以后电池为什么会发烫？啊，因为你碰到电池感觉烫烫的，对不对？那电线在上下，在折线的上方跟下方的时候，纸本身的这一个转向会不一样。还有没有看到别的？细心一点的人也许会看到，这个当我把这个电线移动的时候，那为什么指针会转动，会转来转去？不是偏向而已哦，偏向是我偏这边，可是现在问题是，当我把这个电线稍微移动一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它会？不会偏动，会转动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有没有问题？然后第二个，有没有想到，假如我把这个起跑线转的方向，本来我是这样拉的，那你有没有想到说，那如果我把它转一个方向，那会有什么不一样？对不对？怎么样？为什么通电的时候会顺时针偏转35度？我发誓我没有给他那个量角器。那你怎么知道是35度呢？OK。所以不过，对，今天我们不是说坦白的，今天我们不是在为大家解决问题。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今天不能解决的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个来，为什么会有电流？这个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但这个跟今天没有什么关系。那通电以后，电池为什么会发烫？这是电流的另外一个现象，叫电流热效应。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听懂吗？那我们今天其实是想要让这一个实验，然后来引发你一些提出一些问题，啊，来，你看到什么？那这样磁间偏转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到磁间偏转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因为磁间为什么会偏转？是不是要受到磁力才会偏转？对不对？所以从磁针的偏转让我们了解到，哦，通电这个电流会产生什么？会产生磁力。好，当我们看到这个现象，然后我们就要去思考，哎，为什么磁针会偏转呢？那从这个思考我们进一步去了解到，哦，通电流那个电流通过了以后，它会在它的周围怎么样产生磁力，要不然磁间为什么偏转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现象的观察跟去了解这个现象啊。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么一个问题啊，所以想到什么啊？磁间为什么偏转？那是因为它有磁力，对不对？再来，我刚刚有提了一点，你有没有想到磁间偏转的角度大小是不是不一样？是不是会不一样？你有没有注意到？不过这没有人提出啊，
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你把这个电线放进去，或者你通电了以后稍微动一下，这个磁针会怎么样？会转动。磁针转动代表什么意思？偏转的角度改变了，对不对？偏转角度大小不一样，哎，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？啊，所以你就可以去思考，这个磁针偏转的角度大小有什么意义吗？有没有什么意义？当然有啊，磁针偏转的角度大小是代表它所受的什么不一样？磁力大小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那磁力大小会不一样呢？你就可以更进一步去思考了。这磁力大小会不一样，跟什么有关？是不是跟你的移动有关？对不对？啊，你移动的话，你是改变了什么？改变的距离，改变那个这个电线跟什么？跟那个磁针之间的这个距离。因为我们磁针是放在桌面上，有没有动？没有动。但是当你在稍微移动的时候，哎，你发现磁针就会偏转。那偏转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就可以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思考，去做一步的进一步的探讨。好，所以磁针偏转的角度大小有什么意义吗？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，看得到的现象，然后我们从这个现象进一步去怎么样，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好，这个磁针偏转角度的大小受到哪些因素影响？啊，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思考了，对不对？它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？那它会受到什么？你看得很清楚的，你想想，它可能受到什么？气体也可能受到这个通过的什么电流的大小，这些关系你就可以进一步去思考。啊，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的答案了。刚刚是我们的一些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经过这些问题，我们像这个了解到时间为什么偏转。好，我们思考，因为它受到什么作用？磁力作用。那也就是电流在它的周围会产生什么作用？磁力的作用。我们就有这个认识了，电流的周围会产生磁力的作用。 OK， 然后磁针偏转的角度大小有什么意义吗？那就代表这个电流所产生的磁力大小，所产生的磁力会有大小不同的气温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些气温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？啊，我们希望大家就可以进一步有这么一些想法，听懂吗？今天我刚讲过，我们不是要给你很完整、很正确的答案。啊，那个答案不是半小时、一分，这个几堂课可以讲得完。但是我们这个目的，希望你知道有这么一个概念，将来你可以自己去做探讨，啊，这是学习上很重要的一个态度，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，啊，可以自己去做探究。OK， 那这些情形当然你要去尝试，要去做尝试，进一步去考虑。好，所以当你看到的现象，你就想到一些问题，有一些问题后，你就思考出它可能的一些关系，可能一些情形，接下来你就要去试了，要去实验，听懂吗？好，就可以去试。例如说，好，那我就改变电流大小，看看偏转的角度会怎么样，有什么关系没有？我调整距离，看看它转动的角度会有什么变化。如果你要更精确一点的话，你还可以去量，把它数据化，然后得到更精确的关系。好，你就可以更进一步的这样去了解。所以要试什么，就可以试这些问题。啊，例如说电流大小、时针的位置、导线的形状，它到底怎么样去影响电流所产生的磁力大小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可以进一步去做这些研究、这些讨论。好，那知道什么？
当你试出来了以后，你是不是就会有一些结论啊？对不对？那这就是你最后可以知道，比如说电流越大，所产生的磁力就越怎么样？越大。气体导线越远的地方，电流所产生的磁力就越怎么样？会越小，因为它变成角度比较小。电流所产生磁力的状况受到导线形状的什么影响？那我们刚刚导线形状没有变，你其实可以变一下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改变一下，看看它会有什么结果。OK， 好，所以刚刚这些，我们今天想要传达给大家的，就是这么一个概念，好不好？小朋友，将来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就按照这个顺序想，我到底看到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看到这个现象以后，我有想到什么没有？好，提醒自己，我有想到什么没有？然后当你想到以后，你再提醒自己，我要不要去试试看，验证一下我的想法，是不是？到最后想办法得到你的结论，你对这个现象的一个了解，做一个结论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当你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希望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法，一个顺序。